性爱和性生活的部分。我觉得应该跟怀孕有关系，因为我怀孕了，我就是很痛，全部身体都很痛，所以我没有想要。就是碰起来都会觉得很痛。对啊，就是超痛。今天我准备拍照，然后被夹到。族雄一发就中，加纳挺度现身，一家三口冒死飞乌克兰登记。文刚，这是不是开玩笑？其实我已经大概两个礼拜，一直觉得我的感觉很奇怪，起码雨的时候一直有感觉想吐，然后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我怀孕了。族雄一发就中，加纳怀孕啦！族雄上个月18号才求婚，这个月就有小孩，实在双喜临门。近期受访也透露他们的未来规划。那你们现在那个回归就是结婚之后，就觉得有什么改变吗？就是性爱、性生活的部分。我觉得应该跟怀孕有关系，因为我怀孕了，我就是很痛，全部身体都很痛，所以我没有想要。就是碰起来都会觉得很痛。对啊，就是超痛，好像是会有阶段，不想的，对，好像会有不同的阶段。比如说初期的时候，好像都会不想，然后可能到中期、后期好像会改变。那现在加上就是属于不想，现在已经好很多，现在已经想，这么诚实。有一天早上我有一个莫名的脾气，这样，我就问他要吃什么，就随便举例，要不要吃这个，要不要吃牛冻饭，他不要，然后突然间我就有情绪来。他就问我为什么你会这么什么生气，嗯哼，然后后来我就想想，好像是因为太冷了。就你们现在是已经有自产有来吧？其实我自己觉得不要买，因为台湾的房子真的太贵了。那你觉得你预算大概是？你说房子啊？对，房子2000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2000万。但是2000万你什么买不到，就是买得很、啊、很边边啊，要买很边边、啊、很久的我不要，我们可以租新的好看的就好。对，这个是综合考虑了，各种投资的综合考虑。贴心的祖雄还特别花钱让怀孕的加纳搭商务舱，加纳感动直呼辛苦祖雄了，我爱我的老公。那现在那个乌克兰状况是安全的吗？完全不安全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已经没回过4年，我想回去看妈妈爸爸。我们这次回乌克兰的计划是飞波兰，从波兰搭火车进去。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去避免那个比较危险的地方，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要去基辅，然后从基辅去他家还是南部，所以都会有一定的危险程度。所以你们就是搭火车，不能用飞的。没有，对，但是全境不能飞机，因为很多无人机那些都会直接被炸下来。那你要生完再去？不要，如果是就三个人一起死。我们的猫，我们就交给我们的公司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